三角点了，感动。第二座，这座是又更高了。没错，我刚刚是说了，上来就是一片白墙，山神已经让我们看到嘉明湖已经很了不起了。现在我们走上这个三叉山，直接大耗我们的体力，以及你要出事了吗？你拍一下，拍一下，拍一下。三叉山，你看到吗？现在出事了，各位集合出事了。我发现你的头像是那个辛普森那个，因为你的头是卷毛的，所以你头侧面看起来超高的，超高哎。爸子，那老妈啦，你的头真的出什么问题啊？你的卷毛好不适合戴毛发，超高的，你的毛超高的。好，你还是戴上好了，你还是戴上好了。耶、yeah ，三叉三，这样大家满意了吗？满意。刚刚本来想说有些人可以走刚刚的那个原来路回去，就既然这我们最不看好的两位竟然做到了。我问你的一句话，我觉得我可以跟你当朋友。我跟你说，我以为我跟董仔是，不要再讲了。结果他根本不是，整天就只会跟他男朋友在那边黏来黏去。很痛吗？会啊，现在还会痛。嗯，会啊，到哪都一起要董仔。现在跟木星正式成为 good friend。呀呀呀呀呀！他真的是有点像是我的那种女版，有一点呐、啊，有点小小，外表好像不太像，因为是那种这一路走的是那种抱怨，然后跟那种比较是那种负面情绪的那种。我是。对对对。哎、欸，啊，怎样？对了、啊。请看。啊！伤很美，一个尖尖，一个尖尖，一个尖尖呢。好，我刚才没讲完，负面情绪。可是，但我们要做什么，他都做到。我都跟呐、啊。第一，你也没放弃；第二，你跟到了山屋上，还是没放弃；第三，走到嘉明湖，还是没放弃。刚、哎、刚说要走原路回去比较简单，还是没放弃。你就是不放弃人。我现在知道了，定义你为不放弃人。当然，我是不放弃人。我跟你讲，我可以正许你为这群人里面最适合叫奥多卡的人。其他人都没办法叫奥多卡，其他人只会奥卡。那可以赶快下山。好，可以可以可以。下山下山下山。终于到了，终于。哇，真的是折腾死了！以后不要东爬，东爬的那个难度又更高一些。你可以来，咋个？如果有人找你拍婚礼的话，可是你可以夏天，因为夏天山上还是很凉啊，反而没有那么冷，是舒服的。对啊，我们这个真的太冷了，好累哦，休息。这是他们的厨房嘛？为了证明这边真的有熊，你看这个是熊抓过的，你看哟，一二三，抓一下。啊，这边也有啊，这边啊，他直接把它撬开。哦，他爬上去啊、哦？对啊，应该是沿着爬上去。你说那时候封山哦，所以你们都不在这里？不在。熊自己就来了。他就真的拍进门是拍进来了，但是风就把门后关了。他后关的时候，反而对他来说他又拍不出。他要出去，他正在被他被捕了一只。他在路往上爬，这边也是吗？他说他们之前都封起来了，所以真的有熊，好屌、喔，好想看他哦、喔。等于是封山的时候被关在厨房很久，我觉得很好笑哎、欸。他会吓到，我觉得很好笑哎、欸。来，熊一只。对啊。等一下，你看这个，它是被洞洞裂开哎、欸。好屌。好，弄装备。村长。刚刚都已经听清楚了哈，我昨天也跟你们讲过了，巨人先不要打太多哈。来三六八的哈，睡袋有问题或者需要加急的，由那个你们领队小雨哈。有那种告白？没有啊，在人生最低潮的时候，刚好看到这台月票，哎，走出一段情伤。刚才笑他爬山很烂，但我现在要跟你说，一定要勇敢的去征服这件事情。你看你这样子爬那么久，也不就是一天，情伤这么累，很痛苦，倒不如好好的就是让自己很累，分散一下你现在的专注力。OK 啊？真的谢谢。不会不会不会，还有联络吗？没有。他交别人男朋友。加油加油！记得那个到嘉明的时候拍张照 ，IG@ 出现。好，我拍最好看的空麦给你看。哎呦，好，他们应该是晚上会到。我的估计啊，我的估计。但如果你们真的说你们到了，我也相信。好，加油加油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
现在半夜睡不着，跑来尿尿，看到有一只水鹿在吃东西，有够可爱的。在吃什么？好可爱哟、哦！现在在一个视野非常好的位置，因为我们要走比较快嘛，所以就等待后面的人。突然发现我眼前是一片云海，所以今天很有机会可以看到美丽的日出。真的，而且没有风，一点雾都没有，让我们信心大增。各位，我们去看日出吧，走 ，Let's go！ 我们现在已经到三岔路了，我们在这边哦，要不然我们重装装备放在路边，我们要轻装上去，尽量什么东西要带，会比较轻松。这路上不会有别人来偷的东西，也没有人想偷，因为太重了，他都自顾不暇了。我们现在赶快整理装备，出发上去，出发看看能不能看到绝世美景，好不好？走 ，OK。现在看到的不是太阳，而是我的头灯。太阳还没出来，快出来了！在我右手边就是它等下出来的地方，最后一个小山头。其实我们要感谢倩倩，是倩倩逼我们上来的。他如果没有他的坚持，我们应该就直接放弃。他们会睡到很晚，所以我们不捡山头。虽然说倩倩有白墙姐姐之称，但是不得不说，我的白墙会有云海。不得不说，他这次占了蛮大的功劳。提供阿盖把他压下来。提供阿盖，墙牌是纸的，对。然后我把它压下来变平，然后变成就是云海，屌吧？好啦，走了，废话不多说，快点去看一看。快，太阳快要升起了。Go go。还有吧，你果然还是屌。你昨天看 Wendy 就觉得今天有机会，没错，而且是一拜一拜。但是现在有点起雾，已经是万幸了哈。对，我觉得等一下要把握时间拍一下。他有可能就是在两个之间挣扎。对，我也觉得。他们在打架。我觉得如果是一片云海，这是最完美的。可是现在有点云雾，就要看我们的幸运程度，有没有可能刚好太阳一出来的时候，云雾刚好是那一块是散掉的。散开的，我觉得今天会大景大景，很厉害。我们要等个十分钟上去，6:29日出。那如果我们现在上去最后一个山头的话，上面会烤红，反而会很冷。20分上去，你觉得如何？十分上去多久？上去多少？一分钟。上爬也要先上去啊，就在最后一个大石头。好，同意。应该没有一分钟那么快、啊。随便啦，随便啦，都已经跑到这里来了，哪有差、啊？反正衣服有带嘛。对对对，那就准备出发了，去试试看那个大自然烤烘的力量。Go go， 最后一段要用手爬的，所以不太建议用登山杖，不然就是要弄很短。今天真的蛮猛的，捡山头女王，很美哦，这样子拍身后的那些景。可是我们现在会讨厌爬山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山头上。哇塞！哇，太美了！哇塞，莫西你成功了，完美了，你完成了，哎，嘉明五3x3捡到了，向阳山都捡到了，你真的很厉害，真的吗？你真的很厉害，而且你都是在前面的那一个，刚走后面好不好？你刚走很前面，那赶快去跟那个石头拍照一下，拍照拍照，结冰了、欸，结冰了、欸，向阳山。它就是向着太阳。OK， 我们现在人已经在向山头了。现在倩倩在跟铁牌拍照，那我也拍照。向阳山，它结冰了，我看到结冰了。你知道这个洞是干嘛的吗？其实是这样子，然后太阳穿过去的时候，那个光就从这个洞穿过去，是这样吗？刘晨吗？见面。你没有来过？我有上来过，但第一次看。那我要怎么拍？期待的就是主。各位，虽然说在这个背后呢是日出准备要出来的时候，但是在我现在身后这一边呢也是很漂亮的风景。你看有点粉红色、蓝色，再加上山的绿色，超级无敌扯。今天真的是大景啊！但是没有我，怎么会有云海呢？嗯，好吧。哎、欸，太阳出来了啦！哎、欸，29分了。来，各位，有没有看到我现在身后就是日出？为什么没看到呢？因为在这里，我要挡住光外曝光。
今天日出超超整超整，我去没有人。哇，这个日出啊，云海，美美的。欢迎收看《野人吉拉部落》。虽然说每次呢爬完这个山，或是在爬山的过程中，都会很想要放弃，就会发誓说再也不要爬下一座山。但是我跟这三位向导，我跟吴静爬了两座，跟368两三座，是有这么多，起来就两座了。哦哦，对对对，山有一种魔力，有一阵子没爬山的时候，你就会很想要回到他的怀抱的感觉。可是一到他的怀抱的时候，你就会说会放开我吗？我想回家。这都是368最厉害的向导们，欢迎大家，如果你有爬山的这个喜好的话，可以找他们，他们绝对会是最安全的把你带上山，最安全的。你觉得我们这一团怎么样？资质如何？资质很好，修那么久还可以走那么快，真的吗？无忌 ，OK 吧 ？OK。我原本也是担心木星跟黑鬼了，结果没想到他们两个走超快。你为什么可以走那么快啊？用飘的，他说这是飘的。好啦 ，OK， 我们现在在这边要再继续拍照，因为太阳已经整个升起，我们等一下趁这个天气好的时候下山会比较快，然后心情会比较好。谢谢收看今天的野人吉拉部落，往后有机会再爬山给大家看，如果你们喜欢的话。拜拜，五 G JJ 368，你绝对不能再说欢迎收看台湾368，不能讲，要有一点神秘感。好久不见，你的台湾368，有一点喉音跟气音，以后开头都帮你用这个。好久不见，你的台湾368，有没有？我觉得很像。那以后你的片头就是这个，因为你太久没有更新频道了。最近是因为我的盈利被停权，他叫我办新账号，叫我开新频道。啊、那刚好，那刚好啊，就换换名字。真心的、啊。我打算之后上山是拍那种护手的，就我可能会穿恐龙装，然后突然跳出来。你好无聊，你不能吓团员吧？会吓到山友吧？这是谁的？从中教育，从中教育，你先吓人呢、欸。就他们说不要惊扰野生动物之类的。好，期待一下那个368的新频道。好久不见，你表现得很好、啊。你的台湾368没有了，这刚第一个比较好，第一个比较好。好久不见，你的台湾368有点神秘感。好久不见，你的台湾368跳出来。来玉山圆博向阳民宿，它真正的网美景点是从后面过去，但是因为它现在生病了，就是大家尽量在就是要拍的话呢，不能说尽量啊，完全不要踩到它的根，它生病了很可怜。哦，这边石头 OK 可以踩哦，后面都是根哦。368说它每年可能只长1到2公分，所以长这么大可能要千年。来，我刚刚解释错误哈，经过了询问之后，它长1公分要22.8年，1公分要22.8年。我到底人生可以看它几公分？20年前来过一次，到现在它可能还没长大了，长0.8公分。OK 哦。爱你啦！上次我们来看到你，原来这里那么漂亮，因为我们去的时候起大雾，所以我们就没有推进来。没想到这个黑水塘这么美啊，好完美拍摄景点哦！这个黑水塘真的值得来，虽然它水是黑色，但是它旁边的树，你知道，帮它加分了非常多。那边上去还有个更大的，真的？那我们要过去吗？可以啊。很远吗？也不远，上去就到了。好，走、啊。上面还有一个更大的，我们去上面。到了，到了。黑水塘在上来不久，就有一个更大的黑水塘，他们都叫黑水塘就对了。对啊。很美，很美。拍没有云的话，会有后面的，像有钱人家的院子。对，嗯、庭院感哈。我们要准备下山了哦，各位。很美。就要
把这个袋子带回来，然后换我的五公斤的小赠品，我蛮期待的，好不好？来，五公斤的，对，有笔记本、明信片。啊，好想要，还有一本、啊，还有一个东西哦，这么好啊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笔记本，这个是一样笔记本，它这里面有一些，对，它里面有一些东西哦，一些资讯、嗯，然后就还有一个，感谢你，谢谢你，我很喜欢这个，谢谢，我很喜欢这个，我其实很喜欢它那个海报，这个是它的明信片缩小版，可以捐款，我们把这个版权捐给了黑熊协会，捐款给黑熊协会就会达到一张那个大的海报。好，没问题，那我们这次真的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，因为刚刚在象山上面的时候太想跟大家说再见，因为一路上就是。打过脚也受伤，因为他背了超多的器材，空白机、摄影机等等，一直在上下。他很久没有这么操，突然这样子那么刺激，他的脚也受伤，所以我们你看到我在抖，有我看到在抖。这一次真的要正式的要跟大家说拜拜，然后我也顺利的领到了他这个小赠品。赠品说真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大家就是可以帮山做一点事情啊，就这样子。OK 哈 ，OK， 拜拜，拜。